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斗罗大陆是一个神奇的武魂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拥有武魂。人类在武魂觉醒之后开始修炼，魂力每达到10级就需要猎杀魂兽吸收魂环，魂环分别为白色、黄色、紫色、黑色、红色，分别对应10年魂兽、百年魂兽、千年魂兽、万年魂兽和10万年魂兽，颜色越深魂环品质越好。魂师大赛即将要开始，唐三也完成了冰火两仪眼的历程，回到了史莱克学院。此时的唐三魂力等级已经达到了37级，即将突破40级。从原著小说来看，唐三会在魂师大赛中途突破到40级，获取自己的第四魂环。根据大师的理论，魂师的第四魂环极限是在5000年左右，而唐三为了第四魂环，唯一一次忤逆大师的安排，自作主张的选择了一只万年魂兽的魂环。而唐三的第四魂环也创造了魂师吸收魂环的记录，在第四魂环的时候就是黑色的万年魂环，唐三还是大陆上的第一个，就算是大师都被唐三的意志力震惊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，大家知道昊天锤上有几个10万年魂环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